主料：西兰花一颗，胡萝卜一根，鹰嘴豆20克。辅料：姜、青蒜、生抽、鸡精、油、西兰花，拍成大小均等的小块。胡萝卜切成片，西兰花等切片，生姜、青蒜切好备用。把提前泡好的鹰嘴豆放入水中煮10分钟，捞出备用。西兰花放入水中2分钟，捞出备用。胡萝卜、西兰花茎放入水中焯1分半钟，捞出备用。锅预热，放油一勺，放入姜片和青蒜，紧接着放入煮好的鹰嘴豆，放入煮好的西兰花，最后放入煮好的胡萝卜和西兰花茎，加鸡精一小勺，生抽一小勺，契合出锅。烹饪技巧：蔬菜不宜煮水时间太长，西兰花而茎也不要浪费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